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一百三十九面，啊，一百三十九面，倒数第四行。 从当中看起，啊，从三成这看起。三成者，乘者车也。四教以结助也。成以运载为义，运出三界，归于涅槃。 我们一段一段来解释啊。经文这一句是善利方便闲士三天啊，善利方便呢，我们学过了啊。 现在来看三成“三嗯。乘”多古音呢，念“甚”。现在呢，都念“乘”了，咱们也就念成“成啊。念“甚”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啊。也许有人说我们念错了，是吧？啊，随俗，“臣就是车啊。四教仪集诸。 里面 <coughs> 有这样一句解释：啊，城呢，比车嘛，车是以运载为意，啊，在此地取这个意思，运出三界归于涅盘，所以佛法了，用城来做比喻，像车一样。嗯 佛法可以帮助我们超出三界，就好像我们乘车啊，能够远行啊，取这个意思。这三界呢，就是六道轮回啊。说三界呢，说六道意思完全相同啊。三界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 欲界有六层天，啊，就他化自在天以下，啊，有六层天，包括阿修罗道、人道、畜生道、魔鬼、地狱这一些，都是属于预界，啊，因为他们没有离开。 财色名食睡，这个五欲啊，所以称之为欲界。欲界呢，越往上去，这个五欲就越淡薄；越往下面去，就越严重。那、嗯、么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。了解了，我们就晓得，要想超越。 这个五欲六尘一定要放下啊！财色名食水，这叫五欲；六尘呢，六根接触的对象啊，眼耳鼻舌身意叫六根啊，接触的对象呢是色身香味触法啊，意是念头意对法尘。 这些东西都要淡薄，越淡薄越好。啊，真正能放下，就超越欲界了。啊，到哪里去呢？到色界。啊，诸位要晓得，色界有十八层天，在对天人，色界天人呢，欲并没有断。这个，这个，诸位要知道。 他为什么没有玉呢？他有定功，啊，他在入定的时候，定功啊，能把五欲六尘呢，扶住，啊，所以它叫伏断，不是灭断，啊，但是它有色，啊，那再往上去呢，叫无色界天。 这个是六道里面最高层次的，啊，无色界，连这个肉身都没有了，啊，色是指物质的身体以及物质现象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在无色界四层天里面，只有精神现象存在，而没有物质。 啊，没有物质的肉身，也没有物质的一些建筑，啊，你都看不到了，啊，那我们一般呢，称它做灵界，它的灵存在，啊，这是高级反复啊，无色界天虽然不错，但是。 没有超越三界，就是没有超越六道轮回。啊，无色界天是好，那个里面几乎等于涅盘。啊，涅盘是不生不灭。啊，它等于涅盘，不是真的涅盘。色界天人，这叫四禅八定。 他达到最高境界，八无色界天呢？误会认为那就是涅槃啊！无色界天还是有寿命，寿命最长的八万大劫，这个时间是正常啊，大劫。 一个大劫呢，是我们这个世界一次沉住坏空，啊，可见这个世界无常啊。沉住坏空一次叫一个一个大劫，沉住坏空八万次，你想这个时间多长？虽然长呢，毕竟有一天它会到了。 到这一天，他定功会失掉。定功一失掉呢，烦恼就现前。啊，头一个错误的念头。啊，他误认为这个是不生不灭了，怎么又有生灭了？啊，这就会毁谤圣贤。啊，圣贤人告诉他：涅盘是不生不灭的，他现在。 进宫失掉了，啊！烦恼现行，哎、呃，这、这个、这个，呃，以为这些圣贤人是欺骗他们，这个念头对圣贤大不敬呐、啊！啊，对老师、对圣贤大不敬，跟。 对父母不孝啊，这个罪孽是同一个等级，最严重的罪业了。啊，人要不孝父母，不尊重圣贤，他的果报在阿贝地所以你看，爬得最高啊，爬到飞翔飞飞向天，跌得也最重。 一个根都摘下来呀，到阿鼻地狱去了，求人生都得不到。啊，这一桩事情，佛在经典里面讲的很多，也讲得很清楚。啊，用一特别提醒我们，我们要成佛，我们要求生西方净土，啊，不要求天道。 啊，天道到最高的还是不能解决问题，啊，二十八层天呢不能解决问题，啊，何况是月界？一般人升天呢，绝大多数的都是升四王天、忉利天。为什么呢？情执、欲望没断了，啊。 比我们一般人呢，稍微好一点，淡薄一点，啊，他没断，啊，所以望上去非常困难，啊，这是三界的死，啊啊，运出三界，啊、依照佛法修行，可以超越三界，归于涅盘。 啊，小的涅盘，而不是真正的涅盘。啊，相似的涅盘，阿罗汉所证的，超越三界就真的。了。啊，这个我们前后都会，呃，还都会讲到啊。下面我们再看，接着看底下。 又欲如运在工具啊，使人乘之过道其果地，发华以羊、骆、牛之三车，欲小、中、大三车。 啊，小者声闻乘，中者圆觉乘，大者菩萨乘。这一段呢，比四教仪讲的要清楚。啊，是法华经里说的啊。 法华经讲三车，讲三车，车就是乘的斯啊，讲三车，啊，羊车、鹿车、牛车，啊，是古时候，羊车很小，只能拉一个人，啊，鹿车呢比较大一点，可以坐两个人，啊。 牛车就很大了，啊，大概可以坐五六个人，啊，实际上啊，这个《法华经》上讲的大白牛车，啊，那个大白牛车呢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马车，啊，现在这些交通工具没有了，啊。 有汽车代替了啊！古时候啊，不要说很古，我这个年龄啊，小时候上小学、中学的时候，我们都坐马车啊，我还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坐马车，小学生一个马车可以坐十十四五个人啊，坐十四五个人。 那么，这是以这个呢，比喻，啊，能够承载多少人，啊，说他是大中小。那么，小车呢，比喻声闻，啊，声闻是阿罗汉，啊，阿罗汉叫小乘，啊，小乘人呢，知求自度，没有发心呢。 帮助别人啊，忠诚呢是圆觉、皮之福啊，他比阿罗汉聪明啊，但是心量呢都不太大啊，不是没有慈悲心，慈悲心不大。你去找他，他要喜欢你，他就会教你。 啊，跟他有缘，他不喜欢你，他也不理你。啊，这个是啊，深文缘求。菩萨就不一样了，菩萨你不去找他，他主动来叫你。啊，他没有分别心，没有好恶的心，啊，所以菩萨称为大成。法华。 批评里面有这么一段话：“如来有无量智慧，力无所谓，诸法之藏，能与一切众生大臣之法。这个大臣就是指一佛乘，但不仅能受。” 啊！但是佛虽然是很慈悲呀、啊，但是这个一乘法，一乘法是成佛的方法，不是一般人都能够接受的。啊，舍利弗，啊，这个话对舍利弗说的，是一世因缘。 当知诸佛方便利故，与一佛乘分别说三，啊，这三成的由来，啊，佛心平等呐、啊，佛愿宏深呐、啊，佛希望一切众生都能成佛，啊，所以大乘教里面佛常说。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！佛帮助众生，一定叫他回归自信啊！回归自信啊，就成佛了。他本来是佛嘛，迷失了自信，回不去了啊！想回去也没那么简单。 也回不去了，这是六道反复啊！啊，六道反复，人间欲界天，没想到回去啊。可是色界天跟无色界界天呢，他们是真的想回去。 啊，想回去也回不也回不去，何况欲界这些反复。啊，所以佛不得已啊，不得已的时候，把一乘一佛乘呢，分别三个阶段，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。 向上提升，啊，就好比办学校一样，老师、父母都希望学生个个都拿到博士学位，这是佛的心啊。可是，是不是每个人都拿到呢？不是的。 啊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拿到。啊，于是学校再设三个学位，啊，有学士，有硕士，有博士。啊，这就好比是三层。啊 <coughs>，前面这几句话说如来呀、啊，就实际上就说自己，如来有无量智慧。 你看，他没有说佛，没有说祝福，有无量智慧，他说如来。啊，这个《大乘经》上说祝福多半从相上讲的，要说如来呢，都从性上说的。啊，佛在花园上讲，一切众生。 借由如来智慧得相，这讲的是如来啊，而不是说的是佛啊。啊这说如从自信上说的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，既有佛性呢、啊，当然可以作佛。 啊，佛性里头有无量智慧呀、啊，有无量的力。啊，力是什么呢？能力。我们今天讲才艺，有无量的才艺。啊，你有能力。啊，在佛经上说，诸佛如来有十种能力。 十是代表圆满，不是数么字，啊，真的是无所不知是智慧，无所不能就实力，实力是代表无所不能，啊，他们也做不到的，啊，无所谓，四种无所谓，啊，诸法之藏。 能于一切众生达成之法，这佛有这个能力啊，有能力帮助一切众生在一生中证得究竟的佛果。从理论上来讲，凡夫成佛需要多少时间呢？ 一念之间呐，啊,啊，一念觉，凡夫就成佛了；一念迷的，你就是凡夫了。这个话是完全讲的真话。啊,啊，这个一念是什么呢？ 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对话所说的，一弹指有三十二亿百千年，那个里头的一念，只要一念绝，反复就成佛了。啊，那不觉就没办法了。 在本经经题上也显示了三成。啊，你看经题在修音上他讲的清净平等觉，清净是小城。这个小城包括圆觉。 平等是大臣，是菩萨，后面那个觉字，那是一乘，那是成佛了啊。所以这一步经，也是世尊为一切众生显示三乘呐、啊。啊，我们修学。 如果在这一生当中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那问题解决了，那就成佛了。如果到不了这个境界，随分的修学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西方极乐世界有四土。 三倍九品啊！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在那个地方所办的学校啊！什么学校呢？凡夫成佛的学校。 保证你成佛，这个太难得了啊！一品烦恼都没有断，也能往生生极乐世界，繁盛同居那是一瓶烦恼都没有断了。 啊，烦恼真的断疾病了，啊，比如说见思烦恼，啊，最初的也是最重的，啊，身见、边见、见取见、戒取见、邪见，这前面讲的很多，这个五种见惑。 总共，有八十八瓶。这八十八瓶见货断尽了，小陈须德桓。啊，小陈出口这样的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他就不再翻身同居土。啊，为什么他不是反复了？ 在我们这个时间来讲，他是圣人，啊，他是小小圣人，他不是万福。小小圣人，虽然位置很低，比我们六道凡夫高明太多了。 啊，他正德出国之后，他有能力，在六道轮回里头，天上人间七次往往返，他决定不走三恶道，这他保证了。啊，也只有七次，没有第八次，七次决定超越三界六道，成阿罗汉了。 啊，这样的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生方便有余土，他不在翻身同居土。啊，这小城啊，在这个地方修到小城的境界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生方便土。如果在我们这个地方。 修行达到菩萨的境界啊！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？他就不是生方便有一土了，他生十宝庄严土啊！跟一般诸佛如来净土里面。 这个十宝图，化身菩萨，这个地位是平等的啊。这些人在中国佛教里头，禅宗里面讲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这类的人，在教下讲呢，大开元节。 啊，在我们净土宗里头讲的，理一心不乱，啊，真的理一心不乱。三十八度，啊，到达极乐世界就正常寂光啊，啊，长寂光是圆满的回归自了。 佛的本愿，确实是希望我们呢每一个人，在一生当中啊，都能够圆成佛道。啊，凡夫一生圆成佛道，只有这一个法门。佛法讲八万四千法门，任何一个法门，你都不可能在一生成就。 只有啊，念佛往生这个法门啊，它是真的，一生成就啊。我们这一生当中能够遇到这个法门，不容易啊。既遇到了，一定要珍惜，要把它抓紧。 啊，千万不能够啊，轻易放过了，啊，那就大错特错了，啊、这个法门遇到，就像古大德所讲的，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，啊，前清彭继清所说的，无量劫来。 稀有难逢，说这个法门，啊，无量界稀有难逢，你这一生遇到了，啊，你能够把它抓到了，这个法门，万修万人去，啊，这一句话是善道大师说的，啊，这不是假话，啊，可是修复。 无论学哪个法门，总而言之呢，一定要懂得放下。啊，放下什么？放下烦恼，放下习气。古大德常常教导我们：凡是带不去的，都得放下。 啊，我们想一想，人死了，什么能带去？你的财产带不去，你的亲情带不去。 啊，你的爵位带不去，包括连你,你的身体也带不去，这个地方要清楚啊，带不去的要放下了，那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啊，带得去的。 你就在那上下功夫，啊，德行带得去，啊，所以功德能带得去啊，持戒有功，三昧是德。 啊，三昧是禅定，禅定是功，开智慧是得了，这个可以带得去。啊，反过来呢，你造的那些罪业也能带去。啊，如果带的是一身罪业，来生到三卧道,道去了。 啊，你这一生做了很多好事，这个也能带得去。这好事来生升天呐、啊。啊，都不如万愿放下了一心念佛。啊，念佛能带得去。啊，念佛能往生净土啊。 啊，所以要常常想到啊，能带得去，怎么认真努力去干？啊，学习经教，帮助我们开悟。啊，我们读《无量寿经》，学习《无量寿经》，对西方极乐世界增长认知。 啊，真正认清楚、认明白，我们的信心才会坚定。啊，愿行不退啊，这是往生极乐世界必须具备的条件。下面。 我们再看呢，方便啊，善地方便，法华文具。方便的门也，这是做比喻，我以真实做门，真实的显呢，共有方便啊。 以此时，则小臣未入大臣之门，故谓之方便教啊。又三臣为通于一臣，故一民方便教。以上经论正贤善立方便贤是三臣之治。 啊，方是方法，变是变已，换一句话说呢，就是很恰当的方法，最好的方法啊，最妙的方法。佛法里面常用善巧，善巧就是方便啊，所以方便就不是一定的方法。 因人而异，因时而异，因事而异，那随它变化无穷。这个善用方便呢，那是智慧，没有智慧，他就不会有。啊，有智慧的人，佛是圆满智慧也，啊，说如来是有无量智慧也，所以。 他的方便门呢，也就无量无边了，啊，无量的方便，把方便比喻做门，门是能入的意思，啊，为什么为真实做做门？真实就是宗门所讲的明心见性，这是真实啊，真不是假的。 实则不虚啊！啊佛在《大成经》上告诉我们：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”虚妄就不是真实啊！ 真实，那不是虚妄啊！啊，真实是真实是自信，只有这个是真实的 <coughs>。宇宙是它变现的，万法也是它变现的，所以自信能生能现。 啊，它是真的。所生所现不是真的。啊，其实所生所现呢，刹那生灭，这样刹那不住啊。啊，佛经上常常看到这样的句子。啊，刹那不住啊，就是刹那生灭，它不是真的。啊，唯独自信啊。 不生不灭，所以古印度话呢，就是梵语，称之为涅盘。啊，涅盘就是不生不灭，真实的意思。真实的心，啊，你体会得了，你证得了。 啊，这个功是有方便，啊，这个功夫啊是方便，方便有功啊，真实就得现了。啊，你要不从方便门呢，那实实在在是没有办法明心见性。 啊，那么依这个解释，这下面就说了，小臣是为入大臣之门啊，这是方便法了。佛当年在世，接受。 净居天人的请法，请佛注世啊，请转法轮啊，就是请释迦牟尼佛留在世间教化众生。释迦牟尼佛接受了。 啊，接收之后就开始教学。首先，这是有缘人呐、啊，他离开家庭出去参学，啊，父母对他很关心，派了五个人去照顾他。 啊，这五个人住在落叶园。佛开悟之后了，啊，离开菩提树，到落叶园去找这五个人，把这五个人找到了，给他说四弟。啊，讲苦集灭道，啊，四个人听的。 乔成如尊者就了，啊，证了四果罗汉。啊，根性不一样呢，那五个人根性不一样啊，有正初果的，有正二果的，唯独乔成如，他证四果。 啊，真四苦，也就是见四烦恼，统统放下了。啊，《华严经》里面讲的执着，于事处事法都不执着了，得清净心。啊，我们这个经体上的清净，他得清净心，成阿罗汉了。啊，方便法。 在帮助他的平等性，最后帮助他大彻大悟。啊，你看，这都是说明用方便引导他得心真实。 记得方便教，三成小城、中城、菩萨城，最后都是达到一成。所以这个三成教也就都称之为方便教了。啊，黄念老举出经论里面这些说法。 啊，后面做了个结论，说以上结论啊，所以揭露在此地，正行善利方便，行是三成之治，啊，这是宗旨，宗旨是主要的目标，是在一乘，啊，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，啊，就是佛教化众生。咳 一生所行的全是方便教，终极的目标都是帮助你成佛，一，正德。 究竟圆满的佛苦？为教学终极的目标啊！从这个地方，我们才真正体会到，诸佛如来对一切众生无尽的慈悲啊，帮助我们，不是帮助我们到一个阶段。 为止啊，他一直要帮助我们达到究竟圆满。以上这是第七项转发论，啊，就讲到此地。下面呢是八项成道啊，最后的一个现象，如涅槃。 于此中下了而现灭度 <coughs>，这个灭度就是涅盘 <coughs>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：中下居位，极沙藏本与高丽藏本。 这是“于此中下”这两个字，这两个字的来源啊，是根据康生凯的译本啊，《吉沙藏》宋朝的版本与高丽藏本呢，都有“中下”这两个字啊。 于此中下，下面有解释什么叫中下。二心涅盘，心灭度。换一句话说，他没有说上，没有说上上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上上跟人呢，知道。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先半涅盘呢？没有。 啊，中下根性看到了释迦牟尼佛入般涅槃啊，嗯、此是八相成道中之第八般涅盘下啊，这释迦牟尼佛入灭的相、嗯，涅盘，这是梵语啊，印度话。 旧译为灭度，新译为云集啊，这个“新旧”这两个字的意思，我们要懂得。啊，旧译是玄奘大师以前古大的翻译啊，把涅槃呢翻作灭度，啊。 意思也很好，灭是什么呢？灭烦恼，度是度生死，啊，渡轮回，灭见是烦恼，度实际上超越了，超越三界六道。 灭尘沙烦恼，灭无明烦恼，超越十八界了，啊，你才能够这个度，就是也也到达了啊，到达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。啊，就灭是这个意思啊，灭烦恼，灭这三种烦恼，见思尘沙无明。 心仪 <coughs> 是玄奘大师，玄奘大师以后翻译的经都叫心仪。把“涅盘”这两个字翻成“原寂”，这个翻得很好，“原是圆满，“即是清净寂灭。 啊，是这个意思。嗯啊，在底下有啊，灭度者，灭生死之因苦，度生死之破流。啊，这个破流是比喻啊，好像是大浪、大风、大浪啊，这种境界。这讲六道生死。 涅槃经云：“灭诸烦恼啊，名为涅槃；立住有者，乃为涅槃。” <coughs> 这个跟刚才说的意思都差不多。 灭住烦恼，就是这样的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名烦恼啊，这是灭的意思，涅盘的意思啊。利利就是度的意思，利住有，这个住有就是三界欲界有。 色界有，无色界有，有什么呢？有因有果啊！你有欲界的因，就会有欲界的果报；你有色界的因呢，你就有色界的果报。 啊，有无色界的因，那就有无色界的果报。啊，所以果从果上下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，果报现前了，一定要从因上来解决。啊，因心没有了，果报就不现了，啊，果就灭掉了，因为三界六道啊。 是幻象，不是真的啊！古大德把它比喻梦幻泡影啊。永嘉大师《正道歌》上就说的很好，说“梦里明明有六趣，六觉六道轮回；觉后空空无大千。”啊，你一觉悟了，就好像醒过来了。醒过来之后啊，梦境就没有了。 啊！如果真的觉悟了，把见思烦恼放下，真觉悟了，六道就不见了。啊，六道不见，出现一个什么境界呢？出现四圣法界。啊，四圣法界是净土。啊，四圣是净土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的净土。 嗯，这个，这还不是究竟啊？为什么呢？你还没有办法脱离设法界，脱离六道了。 设法界和上面这四四种法界，生闻缘觉菩萨佛，你没办法离开呀、啊，所以还得放下啊，再把分别放下了，你才能提升，从生闻缘觉提升到菩萨，啊，从菩萨再提升到佛。 啊，道佛呢，一定要把无名放下。啊，无名烦恼放下。啊，无名一放下呢，这才能够脱离色法界。啊，色法界也没有了，所以色法界也不是真的。啊，所以六道呢，真的是梦中之梦。啊。 脱离设法界了，一真法界现前了，啊，那是真的，那不是假的了，啊，回归到一真了，啊，可是这个地方的一针。在华严经上说，还有四十一个位次，啊，这四十一个位次从哪里来的？无名烦恼断了。 也就是说，我们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，再也不会起心动念了。起心动念叫无名烦恼，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哪来的等级？啊，不起心不动念是真平等的境界现前了、啊。 起心动念就不平等，就不平等了。啊，真平等心起，为什么佛还说四十一个阶级？清凉大师在苏超》也就是注解里面告诉我们，这一些说佛也可以。 说化身菩萨也可以，他们无时无明虽然断了，习气还在呀、啊。啊，于是我们就明白了，这四十一个阶级、啊、是无时无明习气有厚薄不一。 刚刚破无名烦恼的，当然吸气比较重一点。啊，很久以前，这个这个，齐心动念放下了，他的吸气就薄一点。啊，是从吸气后波上所说的。啊，这吸气后波。 与自己修行或者是度他有没有关系？给主说没有关系了，毫无障碍。所以，在华严经上，初诸菩萨他的智慧的相，跟究竟果位的。 诸佛如来没有那样，初住就成佛了。就像普门瓶里面呢描绘的观世音菩萨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能现什么身。啊，应以佛身得度，他就现佛身；应以菩萨身得度，他就现菩萨身。 他能够随类现身，啊，《楞严经》上所说的，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，智慧、啊、德相啊，圆满的显示出来了。啊，清凉帮助我们，把这个。 疑问化解了啊！化解对我们修学呢来说呢，突破了一重障碍啊！就像立住有，也是涅槃的意思啊，所以它有灭有度的两个意思。有携手心经六素 华严宗贤首大师啊，是清凉的老师，华严宗第三代的祖师啊，他有间的《心经》的注解啊，叫六述。这个里面也讲到说，涅槃，慈云圆寂啊，这是新翻的。 啊，凡尘缘起，为德无不备成、啊、元。丈无不尽越期。啊，就把这把两个字给我们一个标准的解释。嗯、语言是什么呢？智慧的相。得像 也就是，世尊在《华严经》上说的：“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啊，如来智慧德能相好，通通具足，没有一丝毫欠缺，这叫德无。” 宝贝，这是圆的意思，圆满的意思，没欠缺。啊，即呢，即是讲账。啊，账是烦恼，也就是讲的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通通断尽了。啊，或者大乘教里面常说的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。 无名烦恼，通通断尽，这叫急这是从断德上说的啊。这是云急“云集两个字的意思。又真解月，真解是日本人啊，日本的法师，在中国留学。 亲近智者大师，亲近善导大师，啊！以后回到日本去之后，把大乘佛教啊兴旺起来，就是他们这些人啊。这是无量寿经的注解，里面呢有这么几句话：一乘发界。 这被横杀了，语言的意思啊，这也说的很好啊，意识意识理呀、啊，也就是讲的智慧的想冲兵法界。 变法界、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，只有正得究竟的人，他知道啊。啊，佛法里面说，为正方知。 啊，这些祝福如来，啊，宇宙之间万事万物跟自己是一体。那我们要问：宇宙之间万事万物跟我是不是一体呢？给出佛说是，跟任何一个人都是一体，跟任何一物也是一体。 啊，虽然是一体，你现在不承认了，也就是你没有证实它，这个证实、证实、证明。啊，你为什么不能证实呢？因为你有烦恼，你有习气，啊、你有障碍，啊，这个障碍呢，佛家讲两种两大类，一个烦恼障啊，一个所知障。 有这个东西障碍住，你不能真的。啊，这二种障碍如果都除掉了，你就真的了。你看，恍然、啊、大悟啊！啊，真的是一，不是二啊！先手过失，他有一一篇论文。 啊，在佛教界非常有名的，叫修华严奥旨，望境还原观。这篇论文不长，就讲这种事情。啊，讲宇宙的起源，生命的起源，一切万法究竟怎么回事情？啊，特别是。 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啊，说得非常清楚，非常明白。提 <coughs> 穷真心妙绝相类为机提。 是离体啊！现在哲学里面所讲的宇宙万物的本体，也可以把它解释到我们能够体会到。 啊，体会到体会到真性啊！体就是真性，真性就是体。《心经》上讲的几句话：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；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空是真性。 色就是体，它是一，它不是二。啊，相有体空，啊，体空叫真空。这个空不是当没有讲，我们现在一般人讲，以为空什么都没有了，不是的，空什么都有。 就很难懂啊。那相游,游呢？有即非有，真空不空啊！啊，妙有非有啊，真空不空。这是这是记的意思啊，云记啊。啊，进、啊啊、入这个境界了，你得大自在了。 妙绝这两个字就是方便呐、啊，善巧方便呐、啊，你在生活当中得大自在了，啊，得真正的落了。为什么呢？你没有累，累是我们今天讲压力、烦恼、忧虑、牵挂。 在这个位置上，你全都没有了啊！你在一切境缘当中得大自在啊！境是物质环境，缘是人事环境啊！在人事环境、物质环境里面得大自在啊！这“即”的意思，先生过诉这个说的好。 啊，这个这个，呃，贞节里头、嗯、说上至经论，啊，上面经是佛说的，啊，这个论是祖师大德他们做的，嗯、啊，上至经论，表法身大事，专治佛果，不住毁灭。 但为饶以中下二臣，善巧方便的而事先入灭之下。这把“中下”两个字说出来了。啊，下是什么？小臣。啊，中臣跟小臣，为他们实现。 啊、上上成人、大成人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啊，释迦牟尼佛在演戏给他们看的，他们不知道，以为释迦牟尼佛真的灭度了。 这个地方我们要学的，我们要学发生大事，专治佛国，不住毁灭。啊，毁灭是什么意思呢？毁身灭智，这小乘人，啊，在佛门里面，神识离开身体了。 我们说人死了，死了用火葬，火化，这就是毁灭 <coughs>。啊，《小乘经》里面常讲“灰身灭智”，啊，这个身体烧掉了，这灰身。 啊，对于一切万法，没有求取之心这叫灭之。啊，毁身灭之 <coughs>。法生菩萨他不做这个事情，他专治佛尘，佛尘就是一佛尘。 在佛门里面称为一乘教啊，一乘教是对谁说的呢？对上上跟人讲的啊，不是对大臣。啊，大中小的是三成，那是方便法，一乘是究竟。 就近之果、啊，这叫一成啊 <coughs>。那么一成经，古来祖师大德啊公认的有三部成佛的经典，叫一成经、华严、法华、繁网。 啊，华严跟法华传到中国来了，梵王经只有一品，啊，没有完全到中国来，只有一品。啊，菩萨心地戒品，啊，可是我们所读的这一本。 大成无量寿经，古大德呢也把这部经判如一乘啊？为什么呢？华严法话。到最后的究竟圆满。 普贤菩萨十大愿望，导归极录 <coughs>。华严经》才圆满了。那这部经专讲西方极乐世界的，也就是说，华严法法到最后的归宿是无量寿，所以这个经呢。 变成《一成经》里面的一成经了，这个说法正确啊！所以在前清魏默生居士把《普贤行愿品》最后的这一句，就是“十大愿王导归极乐”这一章。 从《华严经》里面特别提出来，复印在净土三经后面，号称净土四经，这给、个、我们很大的启示啊！啊，他这样做对吗？对，有理由。 啊，你看看我们现在读的这个经，下联句老居士会记的，我们现在念的这一部分是《德尊普贤》第二，我们于是就知道了西方极乐世界。 是普贤菩萨的世界。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他修什么？通通修普贤法门。啊，我们在经典里面也读过。啊，经典上告诉我们，菩萨不修普贤法。 就不能够圆成佛道啊！所以普贤法是任何一个菩萨都必须要学习的，他才能成佛。不修普贤行，不能成佛啊！极乐世界完全是修普贤行的，所以这个无量寿经呢。 也就跟《华严经》平等了。啊，乾隆年间，彭际清居士就说过：“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。”他说出这个话，换一句话说，《华严经》就是大本。 无量寿经啊，还有一个佛说阿弥陀经，那是小本化也。无量寿经是中本化也。啊，把这三部经等量齐观，啊，完全白平等了。我们从这个地方知道这部经的分量。 啊，往后佛的法运还有九千年。啊，我们中国人老祖宗对于历史非常重视啊，跟印度人不一样。 啊，印度人确实不重视历史。啊，他们重视古圣先贤的教诲。啊，世世代代的相传。啊，可是在中国。 古圣先贤记载，释迦牟尼佛出生相当中国啊，周朝时候朝，昭王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，释迦牟尼佛出生。释迦牟尼佛过世是在周穆王。 五十三年，要照这个算法，<coughs> 释迦牟尼佛缘起到今天是三千零三十七年，这中国人记载的啊，跟外国人记载的不一样。<coughs> 那么释释迦牟尼佛的发运一万两千年。 啊，正法一千年，相法一千年，这两千年去了。佛法传到中国是相法时期来的，也就是说，释迦牟尼佛灭度一千年，佛法传到中国，在相法。啊，末法呢，一万年。 第一个一千年过去了，现在第二个一千年呢，过了三十七年了，时间还很长啊。所以，其他很多宗教讲世界末日啊，佛教没有这个没有末日之说啊。释迦牟尼佛法运后面、啊，将近九千年了。这第二个第二个一千年。 才过三十七年了，啊，那么发运，佛教有兴有衰，这是正常现象，有兴有衰，不会灭的。啊，到什么时候会灭呢？九千年以后，佛法才会灭，才会灭，在这个世界灭掉了。那么最后灭的不精。 就是我们现在学的这个本子啊，这个本子灭掉之后，那还剩下“南无阿弥陀佛”这六个字，留在人间，又还多留一百年。啊，我们了解这个事实，对我们学佛的信心会增长。 啊，这个世间有没有灾难呢？肯定有。啊，灾难是怎么发生的呢？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是这个地区的居民不善的心行所感得的。像《太上感应篇》所说的：“祸福无门，呐，为人自招。” 那福怎么招来的呢？这个地方居民心地善良，行为善良，福就来了。啊，再孝福来了。如果这个地方的居民心行不善，违背了伦理道德，啊，在我们中国传统的。 文化来说呢，五能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啊，我们的思想违背了，我们的言行违背了，那就佛就没有了，佛消掉了，祸就来了，灾难就来了，就这么个道理呀、啊。如果我们反过来。 我们的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都能跟这四科，啊，这四个科目啊相应，啊，也就是我们认真去学习五能、五常、四为八德，啊，那就再就消掉了，福就来了，是这么个道理。 这个道理很深呐、啊，非常难得。这近代外国学科学家、量子物理学家了，把这一桩事情证实了。啊，他们说，心态能改变一切。 包括环境，跟佛说的一样啊。佛在三千年前说的，这是现代才发现。啊，他说的好，啊，这桩事情如果能普遍啊，大家普遍都知道了。今天地球上这些灾难，我们有能力把它化解，有能力把它恢复正常。 啊，不正常的都能恢复正常啊！所以，我们也在劝导这些科学家研究佛学啊。他们如果来研究，肯定让这个科学会大幅度的提升啊！我们要有信心。 我常常讲，经常有三句话，啊，不能不记住。第一句话，我说的：“一切法从心想生。”这就是近代这个量子理学家讲，意念主宰一切。啊，佛法讲“一切法从心想生”，就祸福无门了。你自己怎么想？你想的是善，善就来。 你想的不善，灾祸就来了。啊，不是有个主宰呀、啊，自己主宰呀、啊，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啊。啊，另外两句话非常现实的：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。啊，这些道理、事实真相彻底了解，我们心安。 你得了道理明白了，啊，你在这个环境里的心是定的，是安的，啊，你不会被外头境界所动摇，啊，知道相由心生，啊，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健康状态，只要心好。 只要念头好，我们的行为好，你一生不会生病的。你年岁再大，不会衰老啊。这相由心生。啊，如果意念不善，里面充满了贪嗔痴，啊，名闻利养。 无欲六尘贪嗔痴慢，这个，这是病根呐、啊！这哪有不生病的道理啊？啊，一定要把这些念头转过来。啊，念头转过来了，身心健康，啊，家庭和睦，事业顺利。 啊，社会祥和，连居住的地球灾难都能化解，这有大道理在呀、啊！啊，随着发生大事，专制佛果，啊，我们的志向，我们的愿。 要用的转，我们这一生求什么？求佛啊！学佛就是要成佛啊！怎么成佛？释迦牟尼佛样子已经做出来了，我们能够依教奉献。 啊，就能达到他那样的效果。啊，不主毁灭的，跟消沉不一样啊！毁身灭之，消极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实现这个相是为什么呢？扰仪中下而成。 啊，为什么说这个？说说这个是扰疑啊？下面有说明，有解释啊。这是善巧方便，而视线入灭之相不是真点。啊。这下面解释，如法华受量品曰：若佛久住于世。 不得之人，不种善根；贫穷下贱，贪着无欲；若于异想，忘尽万众。这是什么？佛要是久住世间，真的不得之人呢？不种善根，为什么呢？佛常常住啊。 不要紧啦，今天过了还有明天啦，今年过了还有明年啦，今年不学没有关系，明年再学吧，反正佛在嘛，佛也不在了，这着急了，不能不真干呐。一般人心里都有这个缺陷。 啊，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。我早年在台中跟李老师学教，我比别人就认真。为什么呢？我不是台中人，我到台中来是学习的，我的时间是有限的。啊，住在台中的同学，啊，老师在那边不走吗？ 哎，他们就懈怠，他们用功没有我那么勤啊。因为我知道我随时要走路的啊，能有一天的时间认真努力好好学一天，他们不是这个想法。老师常住在这里啊，还有明天，还有明年，后头日子长的长得很，就这么个道理啊。 啊，我在那里学成了，他们没学成，原因就是就是就是这个结果所说的。啊，所以佛对于这些人不能不实现灭度，这一实现灭度，哎，度了很多人。啊，老师不在了，这想想怎么办？老师以前教的是什么？好好去想想。 啊，认真的去学习，嗯，能够激发一些人觉悟了，明白了，啊，所以这个视线呢，灭度啊，也是一种帮助众生觉悟的方法。啊，将悟还没有开悟，这一招视线呢，开悟。 啊，我在早年啊初学佛的时候，亲近张家大师。啊，大师每一个星期给我两个小时。啊，星期天我放假去找他，啊，向他老人家请教。 三年之后，他老人家往生了，走了。啊，他火化是特别给他造了一个火化炉。啊，那个时候有甘祝和服啊，在这个火化炉的旁边搭了一个帐篷。啊，我也在帐篷里面住了三天。 啊，三天，认真的去思维。老师这三年教了我些什么？我学到了什么什什么？啊，认真去反省呐。如果他老人家常在呀、啊，我们就不会认真去想这个问题了。 啊，所以他这一走了，对我是个当头棒喝。啊，好在三年时间虽然不长，我学佛的根基奠定了。啊，以后亲近李老师这个十年，才有这一点成就啊。如果没有那个三年的扎根，啊，在李老师麾下十年。 也不可能有成就啊！所以种种实现的，对我们学习的人来说，学生来讲的话，都有很殊胜的利益啊！所以。 这几句话说的好啊！啊，不得之人，啊，不是说他没有德行，不够厚啊，敌不过烦恼习气，啊，不种善根呐，善根是什么？十善业道。 十善业道，能生是出世间一切善法，所以叫善根呐。啊，今天佛法衰，衰在哪里？大家不种善根。啊，无论在家出家了，十善业道没学好，没落实。啊，出家。 不但要落实十三亿，还得要落实沙弥律仪啊！如果不能落实沙弥律仪，那不是出家人了，那假的不是真的啊！贫穷下贱是形容话啊！什么贫穷啊？道业贫穷啊！ 界定会三业贫穷啊，你没有啊，啊，不是指世间这些财富，供养不是指这个，啊，这是指界定会三学，啊，你在这上缺乏太多了，你看贪着无欲，啊，无欲是财神名是水。 啊！若于意想望见望中，啊，成天幻想，我们一般所讲的，心浮气躁。若见如来常住不灭，便其交之，而怀厌怠，不能生难遭之想啊！ 恭敬之心啊，这都是把这个呃，如来要是常住啊，学生会产生这些错误的观念啊，叫慢啊，对于学习呢，逐渐厌怠、懈怠了。 啊，觉得讨厌了，这些都是从不种善根来的。你追究的根本原因，他没有善根。啊，随着三个根呢，非常重要啊。啊，为什么古时候啊，不要说太久了，一百年前，一个世纪之前，学佛的人。 无论在家出家，都能成就啊！原因在哪里呢？善根深厚啊！啊，对老师真有恭敬心呐、啊，尊师重道，孝顺父母啊！这个根咋得稳呢？啊，现在这个社会看不到了。 小孩不孝顺父母，不尊重老师啊！所以现在真正找好老师找不到了，好老师老师不见了啊！也就是师道没有了。诸位一定要知道，师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。 没有孝道，四道就没有了。啊，那我们今天想在佛门里头有一点成就，这个课程不能不补出来。 啊！现在讲补习呀，要把这个课程补出来啊！补十善业道，可是十善一道现在为什么为什么做不到？十善一道还有根，什么是十善一道的根呢？ 《太上感应篇》是十善业道的根，《太上感应篇》还有根，啊，什么呢？《弟子规》是《太上感应篇》的根，所以我们今天要从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十善业要从这里学学起啊。 《弟子规》好比建房子第一层楼，《十三业道》是第二层，啊，这个这个，感应篇是第二层，《十三业道》是第三层。没有第一层，哪来第二层？啊，你要知道怎么去学法。有了这三层之后，这个出家人再加一个。 上面六一第四层，然后无论是学儒、学道、学佛，都会有成就。啊，学儒能成圣成贤，学道啊能成神成仙，学佛能成佛能成菩萨，没根怎么行呢？ 根太重要了啊！纵然我们今天讲念佛往生净土，那你这个十善业道没有学、没有学学到的话，西方极乐世界去不成了、啊、为什么？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，决定不能说。忽。他说。 极乐世界，那个里面的人，届时，住上善人居会一处。什么人到那里呢？上善呐。这个善就是十善的，上平十善。一般人修上平十善，多半升忉离天。 啊，不想出六道轮回的话，声讨离天了。所以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是一个标准的条件呢、啊。啊，后面还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一定要修的善根。 福德因缘不可以少，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，这个话多重要啊！你要有善根，你要有福德啊！姻缘那缘分是遇到了，你遇到这个经典，遇到这个法门，这是你有姻缘啊！善根是什么呢？能信，能解；福德是什么？真干。 啊，这个真干包括这三个根。啊，《弟子规》感应篇十三页，你要不真干真学，西方极乐世界还是去不了。这个不能不知道，佛没有骗我们，经上讲的清清楚楚。啊，到那个时候去不了，自己要负责任。 啊，真正是个明理的人，事出世间，这些道理搞清楚了、搞明白了，才知道，任何一个人一生的际遇，要自己负责任，都是自作自受啊！啊，不是说上帝来做主的，没那个道理啊！啊，佛菩萨保佑啊，也没有这个道理。佛菩萨保佑是佛菩萨。 教你这些东西，保佑你。你听了，听懂了，你学会了，真照做，这就是佛菩萨保佑你。啊，如果不是不肯真正干，你这一生空过了。 啊，尤其现在灾难很多，啊，灾难当中死亡的这些众生，啊，我们每一天这个道场的修行，我们这里讲经，都给他们回乡啊。啊，这些人过世了，到哪里去了？ 都是随业流转，这才是真正的大事啊！啊，人生第一难得的、第一大事是遇到佛法，遇到之后能信能解，能依教奉献。 这一生能够永脱轮回，不但脱轮回，永脱十法界啊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不管是什么品位往生，阿弥陀佛为神、本愿为神的加持，借坐阿维越智菩萨，这还得了吗？ 啊，你真想去，你把这三个根扎，啊，就是《弟子规》感应篇十三页，要真正做到，啊，然后发心一心念佛求生净土，没有一个不完成。啊，经上讲的条件，我们通通去做了，啊，这非常重要。 啊，所以师尊，这个这个第八项，事先灭度啊，无非是让众生呢、啊、生难遭之相啊，恭敬之心呢、啊、就起来了啊。是故如来虽不识灭而现灭度，这跟你讲真话啊。佛有没有灭度？没有啊。 啊，这是做出样子，给中下根性的人看的。啊，非灭现灭，古人是现，啊，它不是真的。作此示现呢，为度中下机骨。若是上根，再见如来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本体生灭，何有涅晚。 这这就对了，啊，《金刚经》上面讲啊，如来啊，无所从来，也无所去，叫如来啊，啊，这是真的，这个道理很深，《华严经》上讲的透彻，啊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，跟佛确实没有两样。 只是我们迷而不觉，还在做罪业啊！诸佛菩萨了，觉而不迷，他得大自在啊！确确实实跟我们和光同尘，实际上他一尘不染。受故，随智者大师，读法华，越王品，亲见灵山一会，俨然为善。 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啊！你说释迦牟尼佛灭度了，释迦牟尼佛现在还在灵鹫山讲话音经，啊！智者大师是唐朝时候人，居立释迦牟尼佛一千多年了，啊！你看他在读法华经，读到药王品啊，他入定了。 啊，定中突破了时空的维次，他看到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讲法华经，他还听了一座，就听了一堂课，啊，回来出定了，告诉大家，释迦牟尼佛在灵山法华经这一会现在还没散，还在继续讲。 人可以回到过去，啊，也可以进入未来啊！啊，有这个定功就行啊！所以释迦牟尼佛经典里面所说的，用方东梅先生的话说，最高的哲学，最高的科学。 现在哲学跟科学解决不了的问题，佛经上全有。啊，所以我学佛，老师给我介绍，佛经是，全世全世界哲学最高峰。我那个时候跟他学哲学，我不是跟他学佛法的。啊，他告诉我，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。 那我学了五十九年了，现在发现了，不但是最高的哲学，也是最高的科学。啊，今天这个物理学家发现的量量子，在佛经里面通通都有，比他说的更清楚，说的更圆满。啊，佛怎么见到的？定中见到的。啊，定中，定中所有。 空间维持全部突破了，亲眼看见的，不需要用仪器啊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